西方史学史，海上高楼战记。最后，谢臣记的举行有利于加强思想的控制，对于整个罗马帝国的最后形成，在思想控制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这种对于宗教神灵的信仰逐渐过渡为一种宗教文化、一种思想传统意识的信仰。这种思想上的一致性有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，对于加强民众的思想控制来说是极其有利的。同时，谢神记这种对神明的尊重以及信仰，会为自己赢得宗教地位，在宗教领域会得到民众的一致认可，会为他戴上信仰的帽子。对于凯撒地位的巩固、权力的增强，以及后来罗马帝国的建立来说，也是有利的。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谢神祭，即泰山祭祀。泰山祭祀是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神的一。